台湾为突然应该安置共安置下熊熊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示意突然猛然一时间。例，一熊熊就出来，我先先把伊弄掉。他突然跑出来，我差一点撞到他。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